别问，问就是不喜欢。哎，妈，你在这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不上去啊？谁呀？哦，这位是那个我的同事，新调过来的，就住咱们家对门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妈妈。阿姨你好，我叫叶欣。叶欣？嗯。别问，问就是不喜欢。我说什么了吗？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女孩子怎么好意思来家里吃饭呀？哎呀，我也没有把她硬往家里拉呀。哎妈，你是不是又想找儿媳妇了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这姑娘一看呢，就没结过婚、啊，不，男朋友都没有。这你又知道了？那当然了，她要有男朋友，她能大老远从北京调过来呀？妈呀！不是，你别想多啊，没有的事儿。哎，我觉得他长得挺白的。